BTS 救国近日确定7月 solo 的消息，让粉丝们都期待不已。而为了庆祝 BTS 出道10周年，官方也公开了 I'm Fine 舞蹈影片。救国一边练习舞蹈，一边唱现场，超强的实力也让网友称赞。黄金忙内真的不必多说，救国超厉害，而且唱功越来越强，唱跳 rap 都很棒，舞台非常有魅力。在正式舞台 的 live， 救国表现也很完美。救国在 GMA 上的翻拍和在 Love Yourself Concert 2018年的翻拍都创下超高浏览量，而 M Countdown 的 Save Me 加 I'm Fine 舞台，救国的表演都让人十分难忘，完全就是6边形战士，让粉丝们也喊话，希望 solo 活动能够有世界 live 巡演啊！